题的人智商应该是180以上哦。180。哇塞，这个题目，我一个小时内没解完，我所有的影片全部删光。我第一次来这边，都是去逛旁边的夜市，聊天的很好的地方。你们来看过几次表演？你相信心电感应吗？相信啊。你会想要更进一步认识吗？跟你吗？我想邀请你来体验我们一个游戏，发生在这里一二楼，就我们现在坐的地方。我们这个年纪应该肯定还可以吧？可以啊。好啊，可以参观一下这边。这样去哦，对啊，有准备、啊。哎呦，还有点心啊！哇塞，我喜欢这种氛围。哎，这样就对了嘛。而且把小孩直接丢在外面。哎，谢谢。这边好大，如果自己的房子也长这样，没关系，剧场就是我的家，所以这里就是你家。你就是喝吗？我先喝了。这是什么？没关系，好像至少还有一个活着。来这里啦，English YouTube please, oh my god！ 干嘛啦？还在放我们两个里面？很变态哎、欸！我等下开发票给你们。电波感应实境解谜中，这个是吧？嗯嗯嗯。靠近捷运的区域，对啊，那应该是解谜啊，要手机解谜啊。嗯，如果是我就玩了。是这个吧？你觉得我看起来手机？你觉得我看起来是手解谜人吗？好像不是，好像不。哎，还有不容易。太难了。周围的脚步声不停的增加，人潮越来越多。在途中找出下列四组文字各自的原型。哇，这游戏看起来做得很用心。我已经找到了，笨蛋。所以这要跟厉害的人组队啊。对啊。你是厉害的人吗？你要看哪一方面喽。好，我要瞎了啊！这边聚在这边。哦。感觉又不是，有楼梯下来。迷路的姐姐，我就是迷路的姐姐了，还是我是迷路的妹妹？不可能。哎，这里很像哦，这个地上的方向不对，可能是那一边，看起来都不对啊，还有外面哦。会不会这三组观众就是我们的队友吗？至今还在这里。哎，这个我喜欢。我刚好看到他们还在这边。开始哦 ，Start。太阳马散步真是最可以快的事。你怎么会走到这里？增加地下连通道。他说要看这边观察北里口的。两个中文人。不会疯掉。他会让你跑来跑去吼。医生不是说你需要减肥吗？对。我觉得你要玩这个。我要玩这个，我要玩这个。下次看到你就变好瘦。来，分头找，分头找。贴在什么地方？灯泡在哪？阿姨，受不了，受不了。我觉得阿嬤应该会赢，因为阿嬤会问。姐姐的舞蹈，好，前往中心点。等一下，怎么？天哪，哎，这真的设计了很多东西，很复杂。上 A 下，要实际走一次。Stop。会常见到刻板印象，或者标示另一性别的文字。这边北一中心的厕所指标超可爱，你知道吗？对对 对, 對，就是会这样。对，就是这样尿尿。这样子，如果。用这样玩游戏的方式，让大家无意间的就把这整个场馆走遍了，其实也是好玩的。你说如果有个导览这样讲，各位朋友，我们现在左手边看到的是那个共玩的部分，不对吧？这个是夜市了吧？所以接下来我们去找看蔡阿姨还在不在那边。好啊，我们就来听吗？听吗？